欢迎来到太极禅的课程，大家好，我是金金，这是我的搭档嘉生。在这一套课程当中呢，我们会帮助大家去舒展，让你更有活力，更舒适。好，来，我们准备第一节，开步。转腰，双手好似托着一碗水，尽量保持，别洒出来。手可以分开，好，再合拢。推宽。一圈一圈去把这个圆画大，再一次涮腰，好，回到画圆，脚再开大一步，颈部拉长，
换方向。停留的时候找到掌根的力。交换。除了掌根，包括你的双脚都在朝着两个方向发力。最后一次。幅度变大，面部朝向天花板保持。收腹。这一节我们可以享受音乐去放松腰背。重心向下。向下，如果你的后侧太紧，可以微微屈膝，清扫地面，握拳向上，倒拽九牛尾，左脚往前迈，重心回收，屈臂，吸气，手一前一后去延长，呼气回来，后手在你的背心做扭转，移重心向前，找到你的肩膀放松，再来一个，向后坐，准备回到青龙探爪平行步，视线跟着你的手，呼气向下，往前画半弧线，一节一节向上还原，换一侧，可以保持微屈膝进行，重心停留在双腿之间，住卷，好，另一侧倒拽九牛尾，收臂，眼向后看，好，像放牛的时候把绳子向远端，再拉拽回来，找到这个力，吸气延长，呼气有劲的向后收，再来一次，吸，呼气，平行步抱球开，呼，继续吸气的时候左右两边开，